我简单收拾了一些行李，你看看还缺什么？这就是你说的，简单收拾了一些。 大头的财物我已经派人送走了，这些都是随身盘缠，此番我们只能轻装简行，还算了些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这点委屈，我承受得起。见钱眼开，抱这些死物，还不如来抱抱我。